自打抗战开始，咱们的情报密电就总是被日军破译。现决定成立专门的密码情报室——中国黑市。国民党特务处的密码专家郑中，是唯一掌握这种最先进密码模型的人。解救郑中的任务，就交给你们小分队了。政委，不用说了。 我不会让郑中死在我前面的。我是个兵，绝对服从命令，不会干出格的事儿。要是咱们真敢能吃上这一口，那打鬼子肯定也有劲儿。等到抗日胜利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牺牲了。这是你正式加入小分队的理由。我不会吹，先拿着。 以后慢慢教你。队长，你看团部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弹药？我爹娘都让鬼子杀了，这事可比什么紧人了。我代表18路军独立团特别小分队，保证完成解救郑重任务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我可以暂时不跟他算账。 但我也不能把性命搭在一个仇人身上。现在放弃的土匪还有机会。不可能，我肯定要带他出去。队长，别跑！走！队长。 弹药不多了，我出去捡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哥，郑中，你这条命是他妈欠我的，不能他妈丢在这儿！你们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。